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海边呢？你最近在写新歌啊？嗯。这歌谁寄来的？这信封上什么都没有写，啊，不过 CD 上面有写词 Cream 曲 K。 以后如果你遇到女生啊，一直在打你，那就是她对你有意思，知不知道？那个叫王八蛋，你怎么会知道 ？Queen 跟我一样，从18岁那年开始就没有了家人。我是 Queen， 你是 K， 你不觉得那样听起来很像一家人吗？你什么歌不找？你找的时候找不到版权的歌。可是这首歌真的很不错，你也听到啦。你的白血病开始有恶化的迹象。 绝对不可以让他知道，他应该幸福的往前走。这是什么 ？K 的日记，余小姐，我们听说 K 有些遗物在你这里，是吗？有。我希望你赶快找个好男人。 而我也在很久以后才明白，我在最低潮的那一天。 遇到了我人生中最爱的一个人，我希望啊，下辈子可以早一点遇见你。